局前局長高永文認為通過醫生註冊修訂條例，係希望引入更多醫護服務香港市民，而認可海外醫學院名單可以確保醫生嘅水平。我理解到咧，政府係會設立一個委員會，會就住咧將來究竟非香港畢業嘅醫生係究竟嘅其他嘅來源地或者其他嘅大學。 係邊一啲咧，係能夠被納入喺呢一個名單裏面，而我亦都好殷切係睇到呢一個委員會咧，係去就住一啲客觀嘅同埋嚴格嘅準則咧，去定立一個我哋海外嘅醫科大學嘅一個名單。所以呢一項工作咧，係確保今次條例修訂能夠成功引入有質素嘅海外畢業。